怎么煎出漂亮的鱼？安尼像咧洗身躯，安尼给按摩，给搓搓的。下去啊，给人垫啊。这个都完整哦。鱼啊，这样就煎得漂漂亮亮的了，一块肉都没少。他一定爱蛇羊，一定爱蛇羊，轻轻啊，轻轻啊，古早人吼，古早的人有讲一句话，讲无咸不生甜啦。所有嘢无咸不生甜，就是讲你若无加用个小寡咸呾咸呾，伊这个物件食起来特别甜，你若加饲伊就知。你像这鱼啊吼，你卖个蛇羊，啊加个蛇羊，煎起来你个食法嘛，不敢看啦。蛇羊呢，食起来足很甜，很有味。就讲无好蒸的鱼啊，只老破过，惊对吧？游落去啊！怎么煎出漂亮的鱼？啊！咱即马吼有卡两千吼，啊，家己的身躯吼，安尼像咧洗身躯，安尼家己按摩，家己搓搓的，安尼就会使，一定爱烧轻点来用吼。煎码头，你鱼啊，当下放落，你定爱热火，伊顶悬你顶皮吼，互伊切一切时阵，它变，它开始进烧火。OK OK。不要甲紧张哦，伊因为鱼啊在固定，还在切。固定掉，你简单。OK OK。好香哎！我这吃猪都觉得香。啊，你这种鱼啊好吃。啊，这种鱼啊吼，平也无新鲜哦，鱼泡泡就烂。哦。最北岛上无几个好吃的鱼啊之一啊。这种的价位是普通啦。啊。鱼啊，不是贵就好吃。啊。鱼啊会贵的原因就是产量少。啊，这种鱼啊是海人少，所以数目少的资源就贵啦。啊，你像码头嘛，同款啊，这个时间拄啊，伊咧大出产，啊，少，伊就少啊。钱吗？啊，你唔要笑了呀，阿弟，再加个蛋羹啊，再蛋羹，再蛋羹。辛苦下，哎，有吃，所以爱配加点么子的。辛苦下，小火。整一下比想象酷呢。应该要15分钟到20分钟。下去了，没电了，这个都完整哦。妈妈的鱼，最高价对啊。这一种爱煎，哦，煎两种方法，不是煎就是炊。啊啊。咱这嘛变过来啊，足水哈。对。搁来开大火。哦。现在变过来，要开大火，把伊的皮搁扯起来，它搁浸烧火。我妈妈好熟个料，安尼就熟啦，嘿，安尼就 OK 啊。哇，这鱼啊，安尼算做标准的。鱼啊，这样就煎得漂漂亮亮的了，一块肉都没少。我让大家学起来了，我回去自己模仿看看啊，螃蟹也好了。哦哦哦哦哦，野沙长了，野沙长。哎，这边好了，水，等下那水，完整起锅了，完整起锅。
我们没起锅。嗯。好，休息一下。